兄弟姐妹早安，欢迎大家来到神的面前，跟我们一起来参加今天的敬拜赞美，让我们真的是享受这段与神亲近的时间。那今天早晨呢，我们要一起来宣告，我们要来宣告神生命的真光要突破这世上一切黑暗的权势，让我们可以因着神生命的真光，我们可以更多的感受神的喜乐和平安。阿们，好不好？跟你身边的家人，跟你身边的兄弟姐妹说，神是我们生命的真光，神是我们生命的真光。OK。让我们喜乐地来到神的面前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他。我们一起来拍手。是永无止境，祝你四面环绕我，你的爱使我苏醒，心中喜乐不住满意，万物都向你呼喊，让赞美充满这地，黑暗终究会过去，为爱你牺牲自己，真光中我的脚生命，我伸出大能双手释放你诸天荣耀，就是何等的奇妙，与你同行何等美好，让生命真光照，祝你四面环绕我，你的爱使我苏醒，心中喜乐不住满意，万物都向你呼喊，让赞美充满这地，黑暗终究会过去，为爱你牺牲自己，在你真光中我的脚生命，我伸出大能双手释放你诸天荣耀，是何等的奇妙，与你同行何等美好，让生命真光照耀，在你真光中我的脚生命，黑暗终究会过去，为爱你牺牲自己，在你真光中我的脚生命，我们再来宣告一次，黑暗终究会过去，为爱你牺牲自己，在你真光中我的脚伸出大能双手释放
主啊，我们真的是宣告你是我们生命的真光。主啊，我们真的知道你是我们永恒唯一的盼望。当我们每一个人都陷入到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的时候，在这么糟糕的环境面前，我们唯有宣告你是我们永恒唯一的盼望。今天我们要在你的里面，我们要得着最大的喜乐，我们要得着最大的平安，我们要得到最大的盼望，因为主，你是我们的满足。
主，你是我们的盼望，你让我们在幕后当中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，你带领我们走每一天的道路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我们有盼望，因为有你我们有平安，因为有你我们有指望。基督是我满足，基督你是我心满足，我一切所需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十字架在前面，世界在背后。这是我们的宣告，十字架在前面，世界在背后，永不回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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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主，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你，是因为你是赐我们平安一年的神，你不是降灾祸的神，好叫我们在幕后有指望。今天我要做一个小小的见证，是关于我自己的。我记得在三月份颁布居家令的时候，我正好带领那个主日的敬拜。我分享到，当我即将迎来3月19号苦苦等待6年之久的绿卡面试时，却被政府在3月18号宣布居家令，我的面试就被迫取消。那时候感觉神真的在跟我开玩笑，我除了无助无奈，在过去的这4个多月里面，我似乎也看不到任何的希望。但是我知道神在过去是如何一步一步带领我走到今天，我相信神的信实，他不误事也不误时。在过去的几个月里，我学习像大卫一样，把这一切的难处向神来倾心吐意。从生命记里，我看到神如何在苦难中带领以色列人，更在诗篇中学习赞美，像大卫一样，在任何的苦难当中来赞美神。没有想到的是，由于今年移民签证的空缺，我的绿卡的排期大跃进，直接前进了200多天。接到律师的电话后，我才知道我有可能会跳过面试环节，直接在某一天里面看到我的绿卡躺在我的信箱里面。主，我知道这都是你的带领。今天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求你来亲自向我们每个人来吹气，求你来触摸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心里面重燃起对你起初的渴望，对你属天的盼望。因为因着对你属天的盼望，好让我们在幕后里面有指望。压上芦苇，它不折断；江残灯火，它不吹熄；生命气息向我吹起，你同在，永远都不曾离开。你是我盼望如晨曦的光，指引我的道路有力量。你是我盼望如星宿的光，牵引我前方路有指望。上芦苇，它不折断；
江残灯火它不吹熄，生命气息向我吹起，你同在，永远都不曾离开。你是我盼望如晨曦的光，指引我的道路有力量。你是我盼望如星宿牵引我前方路有指望，你是我盼望如晨曦的光，牵引我的道路有力量，你是我盼望如晨曦。都来自于你，日月和星辰在你手里，我气息我生命属于你。你的很双手你为我舍命，得胜的盼望道路有力量，你是我盼望如星宿的光，指引我前方路有指望。让我们一起来开口敬拜，让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，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盼望，你是永不改变的神，你是我们的山寨，你是我们的磐石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。兄弟姐妹，若是你现在在任何地方你又看不到盼望，你在工作当中你失去了盼望，你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你失去了盼望，让我们就用这样的一首诗歌来重燃起我们对神的渴望。你是我盼望如晨曦的光，指引我的道路有力，thank you.